陈坚恩给到底线的简伟如，投进了这一颗底角的三分球。下一个球季到底会打 UBA 和 SBL， 似乎还是不确定的哦。嗯，给到简伟如投进了这一记三分球，浦原队打都对哦。对，那当然今年比较可惜哦，没有入选到培训名单。但是黄镇自己要知道，就像我讲了，他必须把体重再减个三四公斤，是让自己的速度可以更好。陈坚恩给到简伟如在顶弧顶的一个出手，把握住了。浦原再度把比。施静瑶给到简伟如在三分线外的出手，把握住了。UBA 他的火锅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。达兴这边发生了失误，让简伟如有一个快攻得分的机会，外线跳投没有能够把握住，那这场比赛的比数也就会停留在92-88。最后桃园浦原是以四分的差距击败了达兴工程，也拿下了2017年 D-Life 长家夏季篮球邀请赛最后的冠军哦。